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来先宣传一下大师的天气节手游的社群啊。那如果大家对之后天气节手游有兴趣的朋友们或是观众朋友们，那可以先扫大师的这个手游社群，大家一起来互动讨论。那我的 QR code 在画面这边，那自行扫一下。扫完之后呢，会叫你输入密码啊，这个密码是334567八，是334567八。那 LINE 的社群是不会有你原本的大头照的照片跟你的名称，然后他你在进入社群之前呢，他会叫你选一张大头贴跟。设一个名称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那有任何问题，就是可以在上面互相的讨论，那其他的朋友们也会跟你互动。哈哈，那记得加入之前先打声招呼，那大师知道你是谁跟哪一位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影片开始吧。阿良，你想什么呢？都不看路。没事，只觉得水晶视线有点奇怪。刻板碎片落在千佛洞，但这扎出去的碎片得被夺准才能正好从千佛洞洞口进去呢。好，然后就这样。好，这是第十一幕了。你看哦，我点按领取，然后获得物品，然后一直点，然后再领取，然后一直点，一直点。红尘除了把王点做熔炼之外，也可以去十字系打道，有两种那个途径，反正就是这些操作很繁杂，也会很烦。然后再来猎星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。猎星的话，猎星这边有一个星耀，星耀之力，我觉得。还 OK， 这个不会让人家觉得很难理解啊。然后你的星耀之力就是你只要把这些角色满阶，身心啊，就是全伤减免一趴。那这个全减免一趴，就是只有这些角色可以减免一趴，应该是这样子啊。这个还算好理解。那、啊、你看，如果你要提升额外提升这些 SSR 的角色，你看你要升怎么身心，这个很难升啊。可是他全伤加持才1%，才1%。可是你看，你到后期的话，你这个1%很重要。但这个系统还可以理解，这个星耀系统我觉得还算不会太复杂。那三合字呢，就是有分，目前有分四种，有地狱声望，地狱声望可以加一些提升商店卖的物品。然后每一个声望有每个声望的每个委托，然后还有委托的详情啊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声望加声望啊，加完声望就是商店会提升一些卖的物品。那有些加声望越多的耗费的时速越高，然后会有一些加分条件，也就是说加分条件你不一定要派啊，你派了会得到比较多的报酬，那、啊、这些报酬除了一些。提升的材料啊，优质材料，还有一些冰刃补的材料啊。你看，你要看到，你看，假设我要打一些冰刃补的材料，我还要一个一个去点，一个一个去点。有些是要一个一个点，比如说像这个吧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记得有一个材料是要去三合制的，我忘记是哪一个，反正一大堆啦。你看哦，像这个。是什么？炭锯手皇城合盟，像这个你就要去解，因为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重要道具。那入云台之争谋害苍城密使，师姐可以带苍城去做云台之争。那这云台之争是干嘛的？云台之争就是在那个芝罗斋有一个云台之争的支线，你还要先拿这个，有没有？你要先拿到才可以去做那个解那个任务。还有一些死灵术士的符咒啊，这些的，就是解那个梦境怪谈啊，你要拿这个才可以解做这个东西。反正你很多东西都要委托这边去做的，很多啦，很多。
那有些专业的材料要从这边去解，然后能不能一直重复做呢？目前我是不确定能不能重复做，哎，可能可以啊。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是我看一下哦，好，我们随便点一个冰冷谱，哎 ，OK， 可是这个没记载，我们点这个有记载的，有记载的是那个什么，殷建平。殷建平应该有记载，看一下。殷建平的是这个，然后你看哦，他有记载，可是他也没记载。好，没记载就是图谱要拿。OK， 这个重点了，你要先拿到图谱，可是我图谱要去哪里拿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图谱要去哪里拿？解主线或是解一些任务，他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告诉你要去哪里拿。这个可能要玩家自己后来自己去整理，你看都没有啊，我要去哪里拿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先看那个已知的，已知是鱼溪吧，鱼溪，好，冰刃谱在这，然后冰刃谱点进去啊，新月环啊，这个是因为我有拿到图谱了，你才可以做这个炼制。那这个要去哪里拿呢？鱼意识玉石提炼而成的锻造之材，色泽温润，可从三合子尾派任务中获得。OK， 这一个哦，这个就没有。比如说我要前往，没有，还没得点。OK， 你拿它点掉，然后去三合子，三合子，我刚刚这三合子就在找这个东西。好，三合子哪一个呢？有四个，我要去看哪一个？我不知道。你看没有啊？假设这个没有啊。没有这东西啊，到底在哪里？他说三合字里面，可是我没看到啊，我没看到啊，这个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，这是淬火材料，应该不是。你看这我不知道哪里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吗？不是啊，你看我就不知道在哪一个任务去解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是到底是要我去哪里委托？一个一个点哦，啊，点到什么时候？这个操作是太浪费玩家的时间了，就是很不人性啊。其他的倒没什么意见，你还可以按前往直接去刷啊。可是这个委托这个，你应该告诉我哪一个委托啊？在哪里？日常这个吗？啊，对，在这里哦，巨值密库。我觉得你用三合字的委托方式没问题，可是你要按前往三合字的那个按钮给我选啊。你其他的有做啊，就这个没做，就很瞎。就是这些东西才可以提升，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升冰刃谱啊，建议这个日常可以先做。你是他一次要花五个小时哦，你看，所以就是你应该加一个按钮，那我直接跳到三合字里面。而不是我确定哪个材料之后再去点回去，这是很鸡肋的设计啊！你看啊、哦，我先没关系，我们先把鱼溪的冰刃升级。你看我按，你们都觉得很麻烦了。啊，炼化，啊，炼化还要进到这里，还有图谱嘛？所以说，你看哦，你其实可以直接在紫金王庭这边，其实你不用进图谱，你知道吗？你直接在紫金王庭那边就可以做了。你看啊、哦，在紫金王庭这里，炼化，然后冰刃，你在这边就可以做了。然后它，但是它这边就是没有一个民生商房可以兑换，可是你要一个前往按钮啊，你没有给我啊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要建议给厂商，让他们知道啊，对啊。然后再来是图谱是消耗品没出现，就是任务还没出来。可是你看有这么多角色，那个任务到底在哪里，就还不知道啊，都还不知道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比如说利格的话，有利格的商店，然后可以买一些材料。哦，尸魔术师的自选包，然后一些任务，二五重置周一五任务，然后远征大师记，
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远征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看看，天下大事竟然本君不知道了，岂有此理！看样子这件事确实需要大家一同上阵才能解决。那是你们太弱了，本君当年一人可以拳打南山，脚踏北海，无一败绩。没，你确定不是翻肚皮滚地毯换来的胜利吗？啊，你怎么知？本君看看，这时间开始远征倒不错，趁这些妖邪有颜色，选这出来的时机，本君还能吃顿饭。针对首领弱点，击杀首领获得丰厚奖励。在远征中，针对首领弱点上阵一年，能提供更多的战力，加速推进远征的进程。那首领有很多弱点，那属性、职业、英灵这样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哦，别动，我们啾啾。超奴夜痴吗？讨伐完成。哦，因为我没有参与，所以没办法做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然后远征是这样子哦。So this name， 因为我是今天才加的。然后固定时间可以天地格可以开启远征玩法。玩法开启后，八点进入备战状态。此间阁中成员可以进啊，要八点开启后八点哦，然后九点结束，也就是八点要上线，然后进入哦，要八点之后的意思是不是？用派遣能精准打击首领弱点，我方战力获得较大提升。然后又有参与的话，才可以再拿到随机奖励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反正它是固定时间啊。固定时间啊，看起来是八点备战，然后可以派遣这样。那我每天八点就要上线哦，八点到九点我就是一定要上线啊。如果你要打这些东西的话，啊，大家不会觉得很麻烦吗？我不能随意挂着，结束后九点远征之中进行，然后就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太短了吧？我不能先挂着哦。嗯，不好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boss。OK， 看不出来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远征动态，点击加速，这是干嘛的？移助阵。哦，那可以干嘛？可以一直帮他点，是不是？加速点击哦。好，其实我不知道干嘛，加速点击看一下有没有。骨干副阁主，阁主成员消耗体力或者火药度变骨干，副阁主则由阁主直接任命。所以是呢，大师自己可以骗力天地阁来成立重要的视线。OK， 好，可是加速不知道是干嘛，可能是帮他们做一些哦，看懂了。这个应该就是他们在做那个三合字的任务吧，帮他加速的意思吧。好，明白。喜欢我们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哦对，然后记得加入大师的天天节来的社群。那在右上角 QR code 可以扫一下，密码是334568。啊，各位留步啊，各位留步啊！我们这历代都有绿招哦，但最近久旱不虞了，想求个雨。但降雨神杯得我们这个神石才能开，但不知怎的，神杯那来的那些妖物啊，求求你们帮忙把这神石给我们放上去，求求你们啊。然后还有一点要吐槽，就是打这些战斗啊，角色的那个位阶都只有加10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烂了。对，当敌人的那个难度变高，等级变高，那我们挑战他打赢了还只有10，那就是逼我们一定要用历练丹才能提升角色位阶，提升的比较快啊。那唯一战斗的好处就是有提升队伍历练，因为加20还算多了，可是你看以后要升到40等的话只加20，
我记得他每次都饿死啊，超没有用的，所以打战斗变成是个浪费时间的事情。哎呦呦，你们刚回头那球尾的神石，可被人惦记得上了。你们快看三合字，黄城这人貌似在暗探这个求雨不求雨的，不知道打算干嘛，或者他们在查什么人，不妨去看看。OK， 那有一些任务就是他告诉你三合字可以找，然后看起来是应该边境之地这个有一个惊叹号，应该就是探居所黄城和魔吧？对，应该就是这个，是吗？反正刚刚已经告诉我了。不是，这个刚才已经有了。你看，我又不知道去哪里了，这个吗？看起来不是啊。好了，反正就是要解啊，而且还超多了。法证人员，据此说，墨菊的地址可能出现在地幔七荡的地方，此处有灵幔七荡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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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彻底完了！阁下，不对啊，没错啊，法阵中所残存的冲刷痕迹，只有地幔这样量级能量通路才能造成啊。可为什么启动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呢？这绝对不对啊！阁下，难不成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法阵到底是什么时候造的？阁下，如果法阵是那个时候造的，那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什么人？哎，什么啊？那自言自语的一关啊？坚持第六回合结束，不能打死他吗？好，反正我们要保护他。说哦，旁边有四个人会一直加进来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派这样子吧，就四个人。你们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带这么多石怪？我都是奔着法阵来的，这些东西像磁石一般，怎么会被法阵吸引？不过我可以永绝此患，你们在我调试之前保护我，而且别忘了，不让任何东西闯入法阵。好，什么意思？撑过六回合了。第六回合，我应该可以把他们全部打死了。坚持六回合结束也可以，我会把他们打死，可以吗？欸，好像不行欸，差一只。冰迪去打好了。补太少了，不行，补太少了。好，不行，去打这个。差两只没打死。哦，可以打死的哦，可以打死的哦。全打死。哦，竟然赢了。我想守护这个人世。耶。阁下，果然，征服法阵效果，让他可以汲取到扭曲的一路的地脉，就能重新激活他。这是一套完整的输送通路，如果能够盘析它汲取和储存地幔的方式的话，阁下，哈哈哈哈，果然我上通之学才是真正的墨家之道。阁下，
尉迟哥，你还是算了吧，我觉得他听不见你的说话。成了，绝对成了，哈哈哈哈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隐藏支线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这人闯入我们的营地，确认我们在做什么，真离奇。我有事找你们相助，先问问有没有这么忙碌，这不是礼貌吗？你们知道林曼光渊吗？林曼汇集之处，我可以在那抓一些妖物，供给我研习之事。我们为何要帮你？求你们不会是一次，未来我还会来一次。你这么说，我更不想帮你了。为何？我每次求你们相助，都会馈赠于你等，而且与我这等天下绝人的机关师交好，是你们莫大的荣幸。那什么时候动身？你们的实力相去，只会白白送死。等到时候，你们自会遇见。那你现在来干嘛？催促你们提升自我。好，就这样。OK， 好哦，谢谢你。你怎么就选在这里见面啊？千佛洞里从来只有贪嗔痴妄，所谓无复我相，无非法相。神佛早已无寻机，何其讽刺！兰丹马斯曾有十人宫的人带着秘境远走，来到这莫高窟内。这些我可没兴趣。西夏人手里的地脉图。你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不出我所料，千年光阴流转，楼兰果然是成了地脉节点。而今只有这一步之遥，和十里山河道一样，此处被截断的气脉得有人来理顺。我倒越来越不明白这人，你说的人是尉迟良，他可是能召唤出阴灵来，你就不怕他把你心心念念的魂给换了出来？到时候你要如何？是未到眼前，谁知道呢？况且我看着那昔年造出的人狗，那熟悉的容貌，一时是想念，但一时看久了又觉得厌恶。你真乖戾呀、啊！造了科盘，在这儿的幻象将人引来，又说不知道他的身份，倒叫我去找和尚问。其实你猜到了吧，尉迟良死了，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活了。更改水晶显像，混淆他视线的人不是我，我只是顺势来看看这个人究竟能不能理顺天地气脉，再看看在此处他是不是也会听见那个声音。我是吊人在风霜雨雪，天灾人祸，万民倒宣，你都不曾让我得见。你拿我如何雕出你的脸？这又来个长头落尾的人，他身上有奇怪的利器。咩，这是怎么骂人啊？啊啊，来自千佛洞的人都是长头裸围的，藏着杂念，露出私欲。阁下何出此言？有人求死而复生，有人求大仇得报，有人求前缘再续，又有人了断前程，皆是私欲。你说佛当要如何啊？没所求的人不拜佛，但有了所求，拜的便是魔。诸行无常，诸乐皆苦，人拜不过求一念想。那你们前来又求何念想？不求念想，只问一物，是一枚科盘碎片。碎片倒是未见，但就只见来往之人的欲念纠缠不休，皆是业障。纵这千佛洞异象乱界，
佛啊，你也不曾现身。若有性命消逝于座前，你且是否让我得以一见？不好，躲开！现在就让我看看，佛到底要如何才能现身？又是啥？他们已被异化了，先战。在主线剧情啊，都会有这个宝箱点。那即使我们没有拿到，我们可以再回顾来回顾那个叫什么？有一本书，倒叙书，我们可以回去倒叙书回顾这场战斗。那我现在不确定倒叙书是不是有标示宝物没有拿的讯息。如果没有，那我们要一个一个找关卡，那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。我记得有。那如果有的话，倒还好；如果没有，就很尴尬了。就是没办法回去再拿宝物，你要一个一个按，就有点积热了。不过我记得应该是有啦，我们待会再看一下，因为我刚才要看忘记了。好，看来我们得与这个大家伙作战了。不管如何，可算是把这个玩意给解决了。阿良，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是被石化了吗？但为什么？我去看看，或许楚青他笼罩他的石化就能……生还是死，其实没有区别。人之贪念怨念，你感受到了吗？你究竟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怎么出现的？我是谁真的不知道吗？世界凡有欲有怨，我就会出现。你无事吧？世间能拜的佛都长着一张人脸，人心神魔。我见到了佛就是魔，疼啊！看来柯板不在此处。阿良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地方似乎和十里山河道内的布局几乎是一样的？会不会水镜里显示的其实是十里山河道？水镜显示的位置都是距我们所在地点最近的。我们是在九泉看了柯板碎片的位置，不可能是在十里山河道。不过，水镜是不是坏掉了？倒未必是坏掉了，只是我从来就没想过，这水镜为何能显示刻板碎片的位置？是不是有人能在背后操纵这显示？是我大意了。你在莫高窟对着那些佛，可有求了一些什么没有？你求了什么吗，于西？我没有吧，本想天下得安，而后又觉得这愿望实在贪婪。话说，你求了什么没有？做什么一直追问我啊？我没求什么，只是想在那里藏一些经书。当年这个地方还在节度使曹贤顺那儿。然后呢？然后没有然后了。那时候这个地方不是有什么光景，而在里面藏经卷壁画，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？仙佛洞都不知道照什么格局修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想？只觉得没道理，偏生就和十里山河道布置一样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关联。若十里山河道的修建是截断气脉，那莫高窟应该也差不多。这阿良，那时候因公子在，我也不好明说。既然你现在问了，我就说说我知道的吧。师尊曾说，莫高窟位置西控昆仑山北离，天山南北，十里山河道则断秦岭，虽称同曲，但其实皆是断开地脉内的气，如此便只让可能降临的危机先一步阻隔在远离中原的区域。
就是楼兰幻城。师尊说的应该就是这样吧？师尊说，若不这般截断地截断地脉的气，那幻城降临恐怕再不需要新鬼科盘。但这样地脉不就永远不得畅通的吗？那就不会有别的影响吗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想来千年的五爱应该是无甚关系的。小不点，问一个地方，水电显示的地方像是什么地下洞窟，你有印象没有？没，玉子哥，依依也是头一回到这来，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而且上次木高窟位置是假的，这回谁知道是真是假？还是说玉子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确实有点想法，这不是找你商量吗？那你肯定想要什么铤而走险的法子，快快说给依依听。这事情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好主意，不过就是一句话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我们不如去看看。我们手里有五块科盘吧，早前传到禁地人抢走了一块，我们当务之急是赶上玄冥教的人找到最后一块。没错，不管怎么说科盘都是给找的，眼下也没别的线索，不如先去看看。这样啊，那么不如先找地方打听打听，万一玄冥教在死炸应该也得到一些消息，去杀招怎么样？你实话说，你是不是又想吃什么了？没，才没有，别胡说，依依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不找于姐姐商量？你们两个最近怎么怪怪的？小不点，大人的事情啊，你就别管了。没，哎，你们是谁？晃来晢去的，想抢我的酒吗？哎，你这酒鬼闯入我们的营地，还数落起我们来，身上那么大的酒味，臭死了！快走！几个小鬼，怎能懂得酒中所蕴尘世千般滋味？我身上可不是酒味，这叫风尘味。风尘味不是什么好话吧？说了你们不懂。罢了，几个小鬼，顺便和你们打听的是，你们在来路时有没有见到一个背着大剑盒的侠客？一看就是风云人物那种。大剑盒，风云人物，阁下说的莫不是天玄门少主殷无邪吧？好、哦，你们也知道殷老弟，那你们可知道他在哪？我找他好苦，我曾是令降魔，即刻便要启程，要是没他相助，我可死定了。没降魔师，降魔还要别人相助，这要是我可都羞愧死了。我乃康平是常死，平日底是记录晦暗的，外物降魔从来就不是本业。有什么可羞愧？一，这位常死，怕就是之前英雄手下的酒友，既然见了大力英雄对他多加造福，不如就顺便帮他一把。没，那只一不但自己找麻烦，连认识的人都这么麻烦。酒鬼常死，英无邪不在，就让我们帮你吧。你们几个小鬼能行吗？再废话我们可走了。在下降魔之术。在甘州下一个村落以西的岔路，多谢。OK， 支线，保护人。OK。我认识个有趣的人，那家伙觉得是降魔是最能喝的，也是酒界最会降魔的。你们若是路过甘州那里，可以去找，兴许可以见到他。哦，常死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见他们团聚此处，事事发生争执，便想劝服他们。劝服啊！阁下不会是降魔师，竟然精通妖语，哈、啊，果然是术业专攻啊！没妖语算什么？我也会。啊，糟糕，忘了他们听不懂的。不好，怎么了？我讲话讲得不好听，他们好像生气了。几位，且助我控制他们。我已设置捕捉密阵，将他们驱赶至旗舰，即可捕捉。好。这样他们应该不会再打了。好。喂，你们把他弄哪里去了？送回降魔师中去了，这两个
那头青需要有人管教管教一番才成，不然在外太过危险。刚才真的多谢几位相助，不然说不定连自己都要搭上。无妨无妨，不过还是好奇你到底讲了什么。难得他们这般动怒，这个他们俩真的委屈巢穴，我就劝他们何必打打杀杀，不如住在一起。谁要跟你住在一起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小牧师，没事吧？几位，救命啊！哦，还有赠品啊！那就都别走了。一，速战速决。十九等了。我们快速把一只打死。我蛮想看那个降魔师的招式长什么样子。所以不要保护他，先不要保护他，我们先看看他招式长什么样子。真的很普通呢。灵气屏障，哦，这很普通。你怎么还遇上了沙匪？我收到讯召，说是康宁村有妖魔作乱，我一时着急想抄个近路，结果本事不怎么样。现行倒是不错，下次注意点喽。一定注意。宝箱，我也拿宝箱。哦，一个十字印，真的很棒呢，打这么多场。先走这里。又是你。哦，这个他刚刚说要去解拯救村庄，哦，现在二十六等。我为什么他的剧情好像特别多啊？这货都给你们了，你们还要干什么？命留下。不会如此行事吧？押镖当持，康平师监证。我们镖是押镖，只管安全送抵，正好管押的是什么？灵魂不灵。小哥救命！救我离开这里！哦，这支线超多了，哎，主角叹什么气啊？这些邪恶的降妖是真的越来越狂了，现在直接拦路解料气煞，待我归去，便将此气宣扬出去，看看还如何雇人随我们去那邪逆之地。雇人前往邪逆之地，阁下此言何意？这个，看来现在远镖网运也是越发越危险了。我们当下此方还前向小方盘城，再过一阵，再上五头又可以去成都以南，真是担心啊！你这话题未免转的有点生硬啊。你们要做啥？我们方才在马车闻到些许的腥味，血腥味，与你们无关。他受伤的，你这人这里那么多妖兽，他身上血腥味这么重，你一个人能安稳护住他吗？附近这些浴池可以用作疗伤，去除血腥味。我们可以清除这些妖魔，或干脆帮我取回浴池，之前的事一笔勾销。我们可不是为这个才来的。拿到了。好。谢谢。我可不是为了帮你。无所谓，那么再相见，我必报答诸位。你好好照顾他就好。哦，这些支线呢、是不算那个主线剧情的部分。
你们村那镖师管言少语的，按理说走能走遍大别张江南北，这样的事情可不少。要不咱们也去套个话，本君放过三和志，但这会儿正一个人对月山岗不知道商议什么东西，却和他说说话，那么好还能得到一点好东西。OK， 好。不是任务吧？我们说这故事第九千，但这一点红是不讲理，给出什么神神道道的古墓故事就不想给钱。好，打完刚才那个任务就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就拿到一些道具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继续前往。好，又是降魔师。妖魔何意？那康平师长史之前提到康年春就在宿州城外，我们要不进去看看？以他的风格，没准还会出现问题。这地方怎么有些不对？那这边画蛇了。你娘嘞！那大师果然说的没错，俺村子里的妖怪就是你招来的。哎，你是说什么？我是长史啊！你这妖怪还想蛊惑我等，快快受死！他为你们除魔，你们就这样对他？毛头小子，你做了啥还祸上妖怪了？什么除魔？那怪物就是他招来的。妖是妖，魔是魔，妖可化魔，人亦可化魔，他是妖又不是魔，什么妖妖魔魔的，我看是给他给惑住了。小子，你再不闪开，俺可给连你一起灭了。不如你们试试。你娘嘞，小丫头骗子，大侠们上！这邪术好真厉害，我头晕得起，得恢复一段时间，还望几位可以助我。还请几位千万不要对这些村民下杀手，他们只是因为愚昧才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并非邪逆。然后我们这个战斗，我们直播，然后我剪辑影片这边就把它剪掉了，所以我们到时候就不会看到这一段了。原来你也是鸭，怪不得你会说鸭语，你之前的原型还蛮好看的。谢谢小女侠。没什么啦，你的伤不要紧吗？还好，只是刚才用了一点咒术，一时伤口提不上力。这附近有个降魔师的据点，我先在那边休养一下就好。好，结束。那我们继续主线喽。你又，这回怎么不见那红衣姑娘？两位行色匆忙，还有事要办？此行本就是诸事缠身。啊妈啊！怎么又是他们？没，这不是头人吗？不，我金盆洗手啊！没，那你现在在哪里发财呀、啊？发财不敢当，也就是赚点死人钱。喂，不是要人命的买卖，是和齐皇帝做的一样，以金身呐、啊，啥好人住那么大墓，我拿死人钱，不偷不抢。和你打探一个地方，可能就在这附近。和歌曲像是一个古墓，但却有人 是有人居住似的。这，诸位，酒已经请了，理由就不打扰了。我们再会。你接着说。哎，这看是古墓，却像有人住，听起来就邪门的很。如果不是问到我，还真不一定能知道。我新拜的个祖师爷名叫胡延闯，喜欢住在古墓中。啊，巧了，这附近就有个诺枪古墓，就是我祖师爷的老家。哎，祖师爷也能换的吗？哎，换的，见山拜山，见水拜水。我入了这行，何不得找个厉害的祖师爷？如何前往？从沙洲往西，一路路程，穿过荒漠，看到一片猛鬼岩就到了。不过那地方最近闹鬼啊，猛管是人是兽，路过就会失踪啊。明白了，退下吧。哎，好嘞。哦，终于结束了十一幕。沙洲神女。神女大人。
能是算了，先祝这关。这是男生女生啊？阿秋，可是他土帽是男生哦、啊。先祝我觉得这个先麻烦吧。我昨天山上采药，今天大量死兽正在污浊一处法阵，若是让他们得逞，怕是会在此酿成死灾。死兽众多，今天之下我只能束缚之法，暂时制住他们的行动。那神女大人，停停停，别再叫我神女了，这名太奇怪了，叫阿秋，莫觉得阿秋。好，好的，神，哦不，好的阿秋。嗯，这才对。即使没那么复杂，我们只需阻塞这些死兽，不让他们侵蚀法阵即可。当然，若是能直接侵到他们，也是个办法。那、啊、这就是法阵的薄弱之处，这些死兽都会向此处涌来。若是你们准备好了，我可要开放禁制喽。请，他们来了，小心。OK， 谢谢你们啦，差点就完蛋了。没事，只是为何此处会有死兽出没，我也不知道。但从这死兽所来的方向来看，在沙漠深处探寻，或可能可以找到踪迹。那个虽然有些不好意思，但是阿秋自己一个人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麻烦。你们能和阿秋一路同行吗？这容我思量。哪一个啊？是这个吗？哦，不是，这是主线剧情。好，埋首九阴新鬼科盘就在古墓里，你们做好部署，记住，别让他们死。但也别让他们跑了。哎，白守遵命，这是圣女大人。为何不让他们？可是因为那尉迟良可招除非现实之人，又或是他与我罗侯郡主一样身具幽灵。这不是你需要知道的，做好你们该做的事。那个像是科盘，去看看。你们可算来了，叫老子好等。小鹰，堵住他们！科盘是假的，糟了，退后！这都干不掉你们，命真大！都给我上，干掉他们！好，全部把他撵过去，雷死他们。来了，我们要见面的尉迟良，是你？你倒不妨说说，为何要抢新鬼刻牌？哼，抢夺？笑话！我只是拿回我该属于我的东西。那不好意思。虽然我不知道这科盘究竟是谁的，不过眼下不可以交给你，这样下换成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？不是什么事都要谈好处，只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把科盘给我，我留你们一命。不好意思，这两样我都想要。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哦，黑衣就是你啊。啊，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哦，林峰觉，哦哦哦，没事。林峰觉得，幽灵之主，承受暗属性伤害降低20%，攻击当个敌人造成1.5倍伤害，造成伤害时50%对其施加封咒。哦，所以要小心一点，还有封咒，封咒的效果。娘的，竟然输给一帮崽子！可以啦，硬干你！杨英佐，加油啊，神将！你是神将哎！神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神将！不要让我失望啊，去吧！赢了啦！
当初果然没有感觉错，这个人果然是有相似的力量。哼，你们真的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带着依依跑，依姐姐，玉慈良、柯盘和他，你可以选一个。柯盘给你，你放的。不，不可以。柯盘对你而言，竟是如此不重要吗？末将摆手，叩见主上。末将本欲此次为主上带回柯盘，不想圣女去他最后关头出现。不过真的是把他叫得太好了。现在圣女哪去了？末将不知，圣女拿走柯盘后就不见踪迹。白首，那祭首九婴现在又在何处？这末将不知。哼，不知。白首，你知道吗？左右二使是我的人，祭首九婴倒向圣女的事我早就知道了，只是在看你打算瞒我多久。主上，末将领罪。你们可真是我的好属下啊，白首，你想让九婴继续存活，最好就别动两头讨好的念头。末将，你是觉得圣女降在幽城，阴魂如活就能代替我的位置吗？哼哼哼，天真。